大家好，新年快乐。需要人陪吗？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软无声人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失踪，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也不猜落在何地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。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，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人陪。谁需要人陪呢？我也需要。闭上眼睛却看不清，这双人床前却不温馨，谁能陪我直到天明，穿透这片迷蒙的寂静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失踪，自我逃避。江苏卫视的朋友们，2020年，我陪你们好不好？那你要陪我，陪我唱歌，把你的歌声给我好不好？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。需要人陪。